黄晓明现身机场，把赵丽颖助理挖到了自己身边，戴牛角帽子装年轻。黄晓明现身机场，走路哈欠连天，捂嘴遮丑，时刻保持帅气形象。女助理陪同身边一句尖话都不说，不给记者搞事情的机会。助理陪身边一句话也不敢说，一脸无聊的走路。穿衣打扮和杨颖差别巨大，一个少女一个大叔。走路都快睡住的样子让人心疼，当艺人一点都不轻松。